是大头瘟，俺娘有救了！是，你娘是有救了！对不住，给乡亲们添麻烦了。俺在这儿替俺娘给各位父老磕个头。 娘咋样了？说话呀！俺娘到底咋样了？你娘跟俺娘他们把你老婆抬上山了？啥？上山了？俺要去找俺娘！哥，哥，哥，你别跟着俺！哥，哥，你给，你要去哪？俺要去找俺娘！你不能去！俺得去！姐姐，俺娘，你放开俺！你敢站住！ 看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娘把你交给俺，你就一定得听俺的。天后，领你哥进屋。哥，咱回屋去。五宝，你跟七宝去打水，八宝、九宝去拿颗白菜，六宝帮着生火。俺这就做饭，做完饭给娘送去。走。 一定要走，娘也不拦你，娘担得起，曹他也担得起，可是你对不住天给他媳妇，对不住他娘，还有他奶奶，他们为了你。
连命都豁出去了，你就这么不领情，就这么撒手走了吗？娘知道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不能就这么走了，一准不能啊。你这也是要往山上送？是啊，你给俺吧，俺替你烧了去。你要替俺烧了去，那就味儿就变了。你咋不知道好歹？你别多想，俺是想着，俺要连这点胆量都没有，那俺这汤就算白做了。走吧，正好咱俩搭个伴儿。娘，娘，四王，娘，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！咋了？俺去麻子舅舅那儿了，想打听下他能不能有啥法子。他咋说？麻子舅舅去关外了。去关外了？兴许俺这辈子就不该有娘。你可别这么说。你说，眼下还不到说这话的时候。俺把你们还卷了进来，俺这么做也是为了三宝，谁让俺是他娘呢？就像俺娘，她是为了俺，她不想让俺一个人扛着。钟瑞媳妇，你能领娘这份情，娘就觉得值了。慢一点。哎，婶子，哎，婶子，哎呦，三宝啊！哎呀，你可不能去，把东西给俺，俺们替你收了去啊！不行，俺一定得去送。你看你这孩子，走，咱们一起去。哎，哎呀，走走走！哎，这。秀儿，娘，你醒了。草，快来，你娘她醒了。哎，站着，别动。娘，你娘她退烧了。退烧了。你摸摸，摸摸，头不热了。呀，啊，真的不热了。哎呀，真的不热了。你看。他退烧了。哎呀，看来俺的方子管用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不是天花，是大头瘟。俺娘有救了。也是，你娘是有救了，有救了。俺娘有救了，秀儿。娘回来了，你说啥？娘回来了，娘回来了。哎，他们咋又回来了？哎，不是天花，是大头瘟，已经没事了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。天根，咱们回家。四宝，你帮着在家照应着点，俺们先回去了。哎，你去吧，姐。看着了吧，天根啊，跟咱爹一样，也是怕媳妇儿。
哎，娘啊，可吓死俺了！是你看，怪不得你媳妇看不上你。娘，你就不害怕？哎，要说不怕也是假的。哎，可娘不能给老丁家丢脸呐。 让人觉着老丁家就你媳妇啊没别人了，哼！哎，可娘进去就看出来了，天给姥姥得的不像是天花，天花它不能连成片。哎呦，那娘还让人家那个……娘不是拿不准吗？这可是关系到全村一百多号人性命的事儿，万一要是出点差错，娘俩担得起呀？嗯，娘说的是。 行了行了，别老顾着娘了啊！回去看看你媳妇去吧。嘿，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咋没事儿啊？俺都快吓死了。娘还怕？俺咋不怕？俺要是有个好歹，那你们咋办？ 当时啊，就是那口气儿撑在那儿，俺不想让天给娘知道俺是个熊包，可是俺一进去，俺就后悔了，俺想退都退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原来你就为了治这口气呀？啥意思你？以后啊，俺可不敢这么做了。做之前，俺得多想想你们。嘘，可不敢在俺婆婆面前提这个。 成了，俺得赶紧回去了。家里那帮小子啊，还等着俺做饭呢。俺都给做好了。那俺得赶紧回去，这会儿啊，俺可惦记着他们了。啊，你也赶紧的回去和你婆婆照应着点儿啊。啊，那俺走了啊。